林教头，哎，沧州府又压下一道公文，画影图形，挨村挨户搜捉。非是柴进怕受连累，就怕官府封文，柴进无力保护，还是保命要紧。柴大官人对小人有救命之恩，如累及大官人，小弟九死也难承受。 林冲脱难，必当重谢。山东冀州管下有一水乡，叫梁山坡，方圆800余里，中间有碗子城、柳儿洼。有三位好汉在那里安营扎寨，为首的唤作白衣绣事王伦，第二位唤作摸着天杜迁，第三位是云里金刚宋万。三位好汉与我交厚。 常有书信往来，有我这封书信，便可去那里栖身，逃过这场官司。柴大官人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好。等等，沧州道口已有官军把守盘查，我去送你过去。走吧。 小弟因遭人陷害，落到如此田地，蒙柴大官人引荐上山，日后有柴大官人的面子，我自然不会怠慢了。<笑>林教头，请坐。林教头来到小寨，就是我们的客人了，当以贵客相待。哈，我等尽地主之谊，在段金亭摆酒设宴，为林教头洗尘压惊。 柴大官人，近日可好啊？好，好，常以打猎消遣。哦，倒也逍遥自在啊。好，林教头，哎，喝啊，请。 王首领，都是自家兄弟，没什么不好说的。以我的意思，林教头做山寨上的第四把交椅。林教头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，有通领千军之才，抵挡万人之力，怎能屈居我等之下呢？这样吧，林教头一路劳顿。 暂先在客房歇息，此事改日再议，啊。
王首领本是个不及地的秀才，性情寡柔，不如我们这些习武之人直爽痛快，言语有不到之处，请教头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王首领话中之音我能听出几分，他是不想让我留在这里。教头千万别这么想，不说别的，仅柴大官人的面子他也不能。我到山寨已经两天了，到现在也没有听到肯定的话，也许王首领有他的难处，实在不留我就走。你要上哪儿去？不成。林教头，林教头，王首领有请。教头请吧。啊，林教头啊，哈哈，这两天歇息的如何呀？还好，朱贵兄弟又领我到山寨各处看了看，果然如柴大官人所言啊，是个好地方，只是不知王首领是否能收留林冲入伙。非是小可不留教头入伙，我思之再三，梁山是个小寨，粮食缺少，屋宇不整，人力寡薄，经不起大风大浪啊，恐日后误了足下。要真是误了足下，柴大官人处不好交代，小可也过意不去啊，所以略备薄礼，望其笑纳，另寻大寨安身歇马。林教头请勿见怪。王首领，我林冲千里投明万里投主，不是为了这点银钱财宝。王首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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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是不愿收留我，林冲就此告辞。各位兄弟，告辞了。哎，林教头，林教头，王首领，恕我直言，林教头不能走，他是柴大官人着力举荐来的。柴大官人曾有恩于山寨，日后知道我等不纳，不大好看呢。何况林教头身怀高技，是走投无路之人，留他入伙，他必将报恩于山寨，两全其美之事，首领却为何如此行事啊？